然后是跟我儿子的。这个是你的，哦，好好好，这个，哎，就随便携带的，好。因为你们刚刚跟我说有，就是美人蓝，你就放在身上臂上。保证平安符，每个人都可以拿，可以放在身上臂上。好，可以，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属猴有，放太岁的先到我这边来，先盖印章。还有谁要？还有谁需要？闭塞保。每个人都可以，每个人都可以。刚刚有太岁符盖印章的过来加持的是阿姨的太岁符，少年师姐，没关系，先让他过来给那个师姐加持，谢谢。那个谁叫什么呢？他叫什么呢？来，那个你也太岁符加持吗？他叫什么呢？他叫什么呢？师姐，来，太岁符的，我跟你讲，来一张保证平安符，保证平安，邓姐姐帮针，哎，哦，帮针，帮针的吗？等一下会统一告诉大家怎么使用，哎，蒙海队哦，很好，啊，这边没，没关系啊，不用太客气，我这我没有问，这是看比你大嘛，大嘛嘛很勇敢，对，阿飞你放着才不会搞混，你放着听。还有谁要申请太岁符的，先过来盖印章。还有需要保身平安符的吗？哦，一定要什么？身上有物品要开光的可以拿来，手上的佛珠饰品有需要开光的可以拿过来给祖师爷开光。啊，这个是有这个佛珠。还有谁的手珠、佛珠、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需要开光的？